大家好，我是慧中佛光青年杨博毅，那这次担任的是我们未来与希望讲座的资讯报道组。那资讯报道组呢，这次的工作就是主要是 QR Code 的印制，还有帮大家处理一些资讯上的报名的相关事宜这样子。那上一次去年的讲座呢，我来了20几场，那期许今年就是这个未来与希望讲座呢，能够圆满的参加29场这样子，跟更多的大众结缘。那透过跟这些大众结缘呢，我发现就是其实这里有形形色色的人，那也会遇到不同情况的一些困难在二楼这边。那透过解决这些困难呢，我也关照到自己的心，发现说面对这些人群呢，要用更多的包容心还有更多的慈悲心来接纳这些大众。那也希望这些大众呢，能够透过参加这个未来与希望的讲座呢，能够除了充实自己的心灵，那也可以把这些讲座的正面能量就是传送给更多的社会大众。那也希望这个世界能够越来越好。大家一定很关心谁会得糖尿病，最重要的还是跟体重有关系了，所以得到糖尿病的原因非常多，等一下跟大家做报告。但是一般来说还是比较肥胖的比较容易得到，但是也不一定。在台湾我们自己的统计啊，糖尿病的里面肥胖的比例大概3%左右，还是有1/4其实它不见得是肥胖造成。所以你可以看看啊，你的朋友你的亲戚，其实有一部分人也不是因为肥胖造成糖尿病，好不好？所以每个都不一样了。当然随着整个生活方式的改变了，过去10几20年来我们的吃的生活方式跟过去不一样，这个是过去啊，大家记得我们早期的电视都是这个样子，对不对？那时候人的体重也是这样，